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安定、和谐。中国的传统的教育就抓住了这个核心，安定、和谐。个人需要，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，环境安定容易成功，人与人之间、家与家之间、社会与社会之间，迫切需要的就是安定和谐。中国自古以来2000多年来教学的宗旨，帮助学生身心安定，无论环境怎么动，你动我不动，这就是身教。在安定的环境里，心情都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所以我说，我只相信老祖宗自古以来老祖宗都教给我稳重、安定、和谐。你的眼睛放光了，你的心情也放光了，心情放光，你就能照见这个世界，你一看清清楚楚，你明白吧？不受外面人事物的干扰，你心是定的，定能看到真相，乱看不到真相。所以老祖宗提教给我安定，把心安定的伦理道德，你自然就聪明，混乱你不乱，不乱才能认出哪个对我有利，哪个对我有害，你不会选错。起心动念要想念到祖宗，祖宗给我们的东西非常宝贵，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的祖宗对后代宽恕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以良心来报答。祖宗叫我们什么？祖宗叫我们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不摸的收入一切事、一切处，别人不遵守，我遵守。庄严佛经
报声，同生极乐。